上半场更是一口气抢下五分，一起来看精彩瞬间。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复赛，中华队暌违21年，在一级国际赛事打败美国，记录到这个历史性的一刻。结果再见三振，最后一球全场嗨翻，中华队勇夺复赛第一胜。回顾整场，四局上半场2-1拿下领先，紧接着五局上半场再进攻，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，相当深远。这个球，哇哇，结果潘杰凯。阳春炮全垒打，一棒炸裂东京巨蛋。紧接着第七局上半场更狠，安打，现在第一个回来，第二个回来，第三个也要回来，结果小可爱西沙江坤宇，小可爱江坤宇安打一棒清垒，一口气拿下三分。七局上得分大局，中华队一口气灌进五分，一直到九局下半场，美国队被三振出局，中华队正式胜利。再见三振，那么中华队。我们那么击败了美国队，接下来局势演变会有四种，中华队23日都必须要赢日本才能取得冠军门票或进行对战优质率。有台湾球迷发出感动画面，全场国旗飘扬，还有拉着大国旗一起喊 Team Taiwan， 甚至还有日本人喊得比台湾观众更大声，让大众看到台式应援魅力。这盘人王听特别报道。